皇上，那群人已被我军赶走，但现下城破在即，咱们该如何是好？。皇上，前援来了，快请他进来。是。皇上，走吧。不，我不敢，我不服。皇上说过，保住性命才是最要紧的。只要留的性命在，一切都可以从头再来。那你呢？我不走。既因我的疏忽丢了图纸，导致开阳大祸，我定与开阳共存亡，而王上却必得活下来。若他日还有再见的一天，我再与王上切磋棋艺吧。更衣。这是要去哪儿啊？郡主想要出城，差人说一声就是。何必这般灰头土脸，有失一郡之主的风度。你想如何？直说吧。我想如何？我在想，你的艮卿是否愿意用他的性命来换你的性命？我在想，此前被你挡在城门外的仲昆仪大军是如何感想？我在想，亲手将自己的生机赠送的滋味，可还好受？当初你算计那些将士性命之时，可曾想过自己也有今日？这位联义良主之人会不会来救他的王上？